兄弟，哥们都失恋了，你要在这个时候抛弃我们，你还是不是我兄弟了？我现在要告诫你，女的都一样，不管是少女还是姐姐，我小子被他给骗了。兄弟，你听我说一句话啊，如果一个女人开始图你的钱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身上没有别的地方能被他图了。谁说的？我明明比你强。哪儿比我强？我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呜呜呜！哎，等一下，门口在那里。我知道，厕所我看一眼，我能走。你看厕所干嘛？小心门啊！哎，没事吧？开车。这屋里没事儿啊，这样可真好。门在那边。来，走了。来。